拿纸，拿纸。嗯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表情有点不欢迎我。没有。怎么了？在看书啊？对。这么多柴，你拿回去烧得完吗？肯定的呀，冬天的话就把它烧完了。你是不是把头发剪了？对。我就说怎么比前两天漂亮多了。要不我来帮你砍吧。嗯，你砍得动吗？肯定砍得动嘛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都能砍动。没事的，我来砍。要倒了，慢一点。哦，你还要把它分成几节啊？砍短一点背回家是吧？干嘛了？哦，上面有两个事情，有两个事儿，让你猜一下。我帮忙吗？不需要，你干得了，解个馋嘛。那子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是今天干活干累了吗？有点想妈妈，可以去看她呀。上次买的竹笋，然后那个背带我给你拿上来了，就是过来还那个背带。那个背带其实不换都可以的。第二个是也是想上来看看你吧。那我没事，我回家了。行。那这妹妹，你装这么多，你背得起吗？背得动吗？每天农村都要这样干。嗯。哦，你们挺能干的。你放这儿，我来。给你背回家。确实太重了。孩子妹妹，你过来，我把那个背带给你。你哪那么多呀？没多少，你去拿着。那进去吃了饭再走呀。不用，就是你表哥估计在家里面。表哥今天应该还没回来。我还没回来。
艾米，给我，我再给你拧一点。客气了。那这样我东西都给你拿过来了，然后我就先下去了。你吃了饭再怎么样？我不吃了，我下去还有点事。你吃一点就走，再走吧。不用，下去还有点事。不用阿姨，不用阿姨，我下去把事情办了，下次过来吃吧，下次过来吃，下次我过来吃。不用送你吗？不用送。